由我靠腰伴来行好，踮伫即个土地用诚实做美名，就抓了我最欢喜。伊要将你的心所求的予你，就将你的代志交代了我，靠我靠伊，伊要予伊成。请即是起立。来把《四道圣经》，《四道圣经》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命，万主，伊为神神头来，对十字架也出世，伫阮顶边都忍耐受苦，忍受的死埋葬内部。第三日对圣灵复活。
我一生要称赞上主。唔通我靠君王。因一个光辉就开拓。做雅各的上帝，帮助人真有福气。伊创造天地的海，也创造其中万物。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。上主抛弃受关押的人。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。上主保护出外的人，以扶持孤儿寡妇。上主会永远作王。最先要称赞上主。这是咱来看一位圣经记载伫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咱要对第十看到第七节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，神就是所盼望的的实在，甲未看见的事的精准，因为伫这个就古早人有得到干净。第三节，对神。咱知这个世界是对上帝的话来造成，安尼所看见的唔是对未看见的来成。对神也别献祭给上帝，比解阮较好。对安尼得到干净，伊是伊，就是上帝看伊的怜悯来做干净。佮对这个神，伊死了还在讲话。第五节，对神，伊若受牵线。地教无记着死，人找伊袂着，因为上帝牵线伊，是袂牵线的内心有得到干净，伊予上帝欢喜。世事无信就袂会予上帝欢喜，因为亲近上帝的的确着信义务，也是报上遐个求伊的人。第七节，对信，那伫袂看见的事已经得到，或是就敬畏。来避犯大船，救伊的家眷，对安尼来定世间的罪，搁得到圣洁教训的伊。咱来读经句吼，来经句，咱去看周报的后壁面吼，来咱先来读台语，就是《希伯来书》十一章第一节，信就是所盼望的的实在，教会看见的事的标准。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，是未见之事的确信。这是赞美，再请圣光归你，你们说。